偶像组进入全新局面，选手们摩拳擦掌就是为了取得卫冕资格。今天抢夺宝座的三位选手可以说是万中选一，成绩都很亮眼的资优生。你今天光芒四射，你这种是让我很想出唱片的人。你唱这首歌很有味道，我觉得很棒。偶像组又即将掀起一场腥风血雨的战争吗？